带点不停的拿球给进来投球没了 RUNNING 的赞。不是咱们现在你说这打反击打不了反击啊，打控球打不了控球，我们要打什么战术呢？我们到底要打什么战术呢？来回的来传一传球，这队连国足都打不过呀，你胡说，这是我们龙虾队被黑的最惨的一次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球队的玉面双飞龙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打 XBGT 战术啊，咱们这个队员们啊，真的说真的啊，手感拿球之后啊，停球太慢，转身一万年，而且经常把球停大，我不管摁什么键它都停不住，因为咱们球队的平均的战平均的。